第九题，阿水在20度 C 的室内敲击一支音叉，透过示波器所显示的波形如右图所示。若他将装置移至30度 C 的室外操作，且用比刚才更大的力量敲击音叉，试问关于此时声波波形的描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当我们更大力敲击音叉的时候，我们会加大我们的音叉的振动的振幅，同也就是加大它的响度。那我们这个图上面的振幅是8公分，所以敲的更大力，我们的振幅会大于8公分，选项 A 是错的，而我们的响度会变大，我们的选项 C 是对的。我们用更大力的去敲音叉，影响的是振幅而不是声速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。而我们的声速是跟气温有关，气温越高声速越高，所以从20度 C 移到30度 C 我们的声速会增加，所以选项 D 呢也是错的。第九题问我们说，试问关于此时声波波形的描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响度会变大。